掉了，翻节。什么东西耶？好像乌溜哦。Thank you.
阿福的嘴巴插了我之前的钩子，是我的钩子，然后这是新的钩子，算你运气好吧。这边钓鲫鱼的话，线不要用太细了，不然会断掉。外面是急流，下面障碍物很多，拉出去随时都可能断掉。下完雨，放置湖上啦，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